噔噔噔。老公，我想回趟娘家。我们这才结婚半个月，你怎么就想我要回去？我就是想家了嘛。再说我这嫁过来多少有点不习惯。哎，你这慢慢就习惯了。那个，再说了，你这不还怀着宝宝呢吗？你还是别回了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小心一点，能行的。哎，那行吧，那就待会你自己去啊，我等会儿上班去。嗯，好。嗯。媳妇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老公，你能给我点钱吗？我想给我爸妈买件衣服。我这个月刚还完房贷还有车贷，也没多少钱了。那个，这次你先回去吧啊。那我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呀。我要是空着手回去，我爸妈不会说什么，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也会说的呀。哦，那个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看这是。咱家剩下的那点菜你就拿回去，你不在我一个人也吃不了，放着那就浪费啊，你这就拿回去就行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路上注意啊，我那个忙完我就去接你啊。怎么这样啊？他怎么可以给我一袋菜呢？气死了！老婆，这是10000块钱，你拿着给爸妈吧。我不是不给你钱，我是想着你怀着孩子，路又滑，再加上买衣服耽误时间，你再坐不上车，我去给爸妈买吧。我忙完就送。